个玻璃心可以帮我把歌词调出来一下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现在手机正在直播，所以没办法用我的手机，让我耽误一下几分钟好吗？好，这首歌大家知道吗？玻璃心哦，是黄明志跟这个陈芳宇合唱，在 YouTube 上点阅率高达10,000,000以上，已经被冷清班啊，全世界排行第一名。为什么？这首歌没有听过举手哦，这很少。我现在唱给大家听，就知道多好听哈、哦。啊，因为呢，这首歌就是讽刺中共的玻璃心，所以呢，这个小粉红听了都气呼呼哦，尤其是习近平哦，听到这个以后都心碎了哈、哦。所以我现在就大声的唱，啊，大家回家也可以练习，以后出门都边走边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但是因为这没有音乐，实在是不好唱，我尽量好不好？说的话你从来都不想听。却又滔滔不绝出征反击，不明白到底入了你哪里，总觉得世界与你为敌。你说我别逃避，一点都不能少逗留你。不好意思，提琴太高。你要我去说明不可分割的关系，还要呵护着你一生不离。对不起，伤害了你，伤了你的感情。重来，这段重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伤害了你，伤了你的感情。我听见有个声音，是玻璃心碎一地。对不起，是我太任性，讲这话总让人伤心。或许不该太直白，超直白 ，I'm so sorry， 又让你生气气。好听吗？好，那也好听哦。有点走音，我承认呐、啊、哈，因为这首歌不好唱哈、哦。啊，重点是后面这一段呢、啊。你拥有粉红色纯洁的心。来，小狗、小猫、蝙蝠、果子狸，要听话，别再攀岩、爬墙壁。爷爷知道了，又要怀念你。好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唱什么，但是这首歌不好唱，请大家回去听原版的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今天没有音乐，所以唱的不好。那我们苏贞昌这个院长也快抵达，我怕他等一下听到我唱歌会这个回去之后余音绕梁啦。三日不绝于耳，怕他惊魂未定，晚上睡不着哈、哦。啊，如果大家刚刚有录音录影的，回去可以当闹钟啊什么的。好，那我们助理出现啊，我们是那个要接苏贞昌院长看到。